点点，你该修毛了。啊，用推子修啊。今天我给点点用的是6毫米的刀头，刀头平行，顺毛向下推。这款推子太好用了，加厚合金陶瓷刀头，锋利不卡毛。我的10个毛孩，每一个毛孩只需分钟搞定。脖子下方和后背都是顺毛向下推。取下6毫刀头，换2毫米的圆刀头剃釜底毛。刀头扭到2.0的位置，顺毛向下推。最后圆刀头剃小角毛。延后剪着精修一下。宝宝真乖哦。点点，你修完毛真漂亮，你转手给大家看看。哎呀，真好看是吧？啊，给大家打招呼啊，好吧，真乖，长得又干。